你是人间四月天，是星河璀璨，是感动和浪漫。一起看过电影的人大概会记得久一点，一起爱着电影的人一样向往挑战。浪漫的不是花，是花间的你们。被电影治愈的人类，生活不会暗淡。你是人间四月天，是爱，是暖，是希望，是即将揭晓的璀璨。春天来北京看世界最好的电影，只要花开，只要电影在。欢迎光临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春晖光影耀动北京。2023年4月22日至4月29日，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傍然而来。电影是文化的使者，不怀柔，聚力科影融合，掀起光影新浪潮。今夜世界电影汇聚北京，瞩目时刻，十项天坛奖到底花落谁家，马上揭晓。奖奖杯入场。各位来宾，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全世界的电影人们，大家晚上好。大家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尼格买提。最美人间四月天，我们再次如约相聚首都北京雁栖湖畔，共同见证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荣耀诞生。大家好，我是电影频道主持人蓝宇。2023年的春天，我们因电影而相遇，为梦想而相拥。光影的世界，你我携手同行。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李杰。今晚是电影人久违的团聚，当银幕亮起，让我们共同沉浸在这个巨大的造梦工厂。大家好，我是演员何冰。在电影人的道路上，我们永远年轻，永远热泪盈眶，不停奔跑，一直满怀希望。大家好，我是演员关晓彤。一座城市就是一部电影，
今晚我们共同写下属于北京的新篇章。大家好，我是北京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月月。So,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you are watching the closing and awarding ceremony of the 13th Beijing International Film Festival. Tonight, the results of Tian Tian Award will be announced. 朋友们，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诞生离不开评委会成员辛勤的付出，所以接下来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短片，共同回顾本届天坛奖国际评委会工作的难忘瞬间，请看大屏幕。北京国际电影节已经走过13年了，跟老的电影节比起来，我们还是一个新人，我们就有更充沛的活力。我参加了好几年的北京国际电影节，北影节入围影片的艺术性、取向性都是我喜欢的。鼓励年轻人多跟一些有经验的电影工作者合作，北京国际电影节起了一个带头的作用。他一直把世界上的电影带给中国观众，把中国的电影分享给世界观众。那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มีได้เรียนรู้อะไรที่หลากหลายมากขึ้นค่ะ。线下开始做的，我们算是走在前面。北京国际电影节未来一定会成为国际上重要的电影节。我们最近这几天就紧张看片，我们的所有评委每天看4部，阅片量还是很大的，但是很愉快。我们曾经有过讨论交流。女士们、先生们，接下来让我们用最热情的掌声欢迎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国际评委会成员登场。Now,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welcome the jury of Tian Tan Award.大家好，我是张艺谋，很荣幸能够担任本届天坛奖的评委，感谢几天来和我一起工作的各位评委会成员，费尔南多·胡安·利马先生，关景鹏先生，纳达夫·拉皮德先生，平帕拉·托维拉女士，张颂文先生，周冬雨小姐，谢谢各位。此刻，请允许我将本届天坛奖的最终评选结果交给电影节组委会。谢谢大家。谢谢，谢谢张艺谋导演，也谢谢国际评委会每一位成员的辛勤工作。谢谢各位，请回席休息。Thank you the jury for your hard work.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take your seats. 朋友们，本届电影节共有来自93个国家和地区的1488部影片报名。向我们展示了多元的艺术风格和地域文化，最终15部影片入围本届天坛奖。现在就让我们通过短片领略其中的精彩表现。
片的主创团队齐聚这里，也让我们更加期待稍后各大奖项的荣誉揭晓。十五部入围影片分别是《再会，布宜诺斯艾利斯》Let's meet the nomination Adios, Buenos Aires, Where are you? 欢迎瞧一瞧 Ciao 欢迎曼妙之旅 Driving Madeline 欢迎白塔之光 The Shadowless Tower Congratulations 欢迎短暂自由 Congratulations to Time Out 欢迎偶得回响Congratulations to Scrapper. 姐妹 Sisters. 同路前行 The Lulus, congratulations for your nomination. 惩罚 The Punishment. 图腾 Totem. 消失的他 Lost in the Stars.所需之人 Man of these 无罪之人 The man without guilt 追凶 To catch a killer 直到树枝弯曲 Until branches bend Congratulations to all the nominations 在这里预祝各个作品都能够取得好成绩得偿所愿是的观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天坛奖颁奖典礼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由官方独家高清网络视频平台云上北影节独家合作伙伴爱奇艺全程同步直播在爱奇艺看电影24小时不打烊快到爱奇艺云上北影节畅快观影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由官方唯一指定饮用水真正天然矿泉水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唯一指定意大利高级珠宝腕表品牌 Bulgari 宝格丽邀您一同开启精彩纷呈的视觉盛宴共赴光影之旅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由官方唯一指定用车红旗品牌赞助播出新红旗让理想飞扬让梦想成真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由官方唯一指定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已连续多年携手北京国际电影节始终践行首都金融机构的责任担当以金融力量助力文化企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好的女士们先生们大家已经期待已久所以马上开始今晚的颁奖首先颁发的是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最佳女配角的奖项有请开颁奖嘉宾新加坡导演陈哲毅先生中国演员梅婷女士有请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陈哲毅大家好我是演员梅婷今天很荣幸可以跟梅婷老师一起开讲其实我跟北京国际电影节其实蛮有缘分的九年前其实在第四届的时候我就随着我的第一部长片爸妈不在家然后也入选了天坛奖的竞赛陈导其实我今天是带着一个问题来的当年我在看爸妈不在家的时候我就在想杨艳艳老师她是真的怀孕了吗你们是真的在她的孕期拍的这部电影吗她真的怀孕了她就是因为怀孕了我必须得修改剧本太了不起了所以你看不管是做妈妈或者做女演员都很辛苦然后很伟大那我们今天要颁的是那个最佳女配角那你怎么看女配角这个角色其实在我的心里从来不用主角和配角去区分角色我认为在每一部影片里每一个人物都是闪闪发光的那我们就马上揭晓一下今晚的最佳女配角天人合
合一，美美与共，获得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女配角的是蒙特塞拉特·马拉尼翁。Congratulations for Montserrat Malonoy. Totem, congratulations for winning the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of this year's Tian Tan Award.最佳女配角 Best Supporting Actress 图腾 Totem 蒙特塞拉特马拉尼翁 Montserrat 马拉尼翁。演员蒙特塞拉特马拉尼翁在影片中的表演生动人性化，他用非常简单的方式展示了人物灵魂深处的冲突。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欢迎获奖者蒙特塞拉特马拉尼翁登台领奖。先生、梅婷女士为获奖者颁奖。Congratulations, Madame. Please deliver your acceptance speech. estoy muy emocionada, no me esperaba esto, y muy agradecida con este festival.Porque es para mí un gran honor venir desde México y que ustedes pues, reconozcan mi trabajo. Un agradecimiento profundo y enorme a mi directora Lila Vilés. Sin ella yo no estaría aquí. Y muchas gracias por esta gran distinción. Va para México. Gracias. Congratulations to you and your family. 再一次感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恭喜我们的获奖者，请大家落座，谢谢。对于一名真正的好演员来说，角色从来没有主次之分，热爱只有全情投入。朋友们，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本届天坛奖最佳男配角的归属，让我们掌声有请开颁奖嘉宾，以色列导演纳达夫·拉皮德先生，中国演员王宝强先生，有请。大家晚上好，我是王宝强。Hello, I'm Nadav Lapid. 他说的话我听不懂，但是我想我说的话他也听不懂，但是。我想我们俩的电影啊彼此都能看懂，因为电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啊。组委会特意安排我们俩来开讲，是因为我们啊原本都不是学电影的啊。你在这个做电影之前是做什么的？ I was a soldier, a novelist and a wedding photographer before I became a film director. 我小时候呢是练武的。 Impressive.中国功夫跟电影是一样的，其实不需要翻译。那我想问问这个拉皮德导演，你说这配角和主角他是有什么不同吗？ In my movies, I like that everyone, even the last extra, will feel as if it's their leading role, as if the film is his story, like we live our lives. That's the way it could be a good, supporting actor. By the way, I learned that your new film, Never Say Never, will be shown soon all over China. 是的，谢谢你的关注啊，这也是我导演的第二部电影《八角笼中》，这是一部非常有信念感的一个电影，就是我希望可以把这种电影啊这种力量传递给大家。那么7月6日正式全国上映，到时候我们电影院见。现在啊咱们还是言归正传吧，让我们一起来开讲吧。天人合一，美美与共，获得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配角的是 The Shadowless Tower, Tian Chuan Chuan. Congratulations to Mr. Tian Chuan Chuan winning the Best Supporting Actor of this year's Tian Tan Award. 恭喜 Tian Chuan Chuan 老师。
最佳男配角 Best Supporting Actor 白塔之光 The Shadowless Tower 田壮壮田壮壮演员田壮壮为观众展示了一位孤独父亲的晚年生活景象那张饱经沧桑的脸刻满了生活的印记这种表演高级且没有痕迹朋友们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奖者登台领奖同时也让我们有请王宝强先生纳达夫拉比德先生为获奖者颁奖田壮壮先生之前就凭借后来的我们和相亲相爱提名了多项最佳男配角奖而今天在天坛奖颁奖典礼现场拿到了这一尊宝贵的奖杯请发表获奖感言我有幸在拍摄的现场和成片的过程中目睹了壮壮导演如何把精湛的演技浑圆而悠然地呈现出来的我觉得堪称伟大的表演壮壮导演呢是一个豁达睿智还有点害羞的老头我们全体的剧组人员都非常非常的爱他谢谢评委感谢我们的开颁奖嘉宾请大家落座 Thank you so much Please take your seat 诚然一部好的电影离不开伟大的表演更离不开曼妙的音乐失去音乐电影将会黯然失色所以接下来我们要揭晓的是本届天坛奖最佳音乐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作曲家音乐制作人董东东先生词曲作家音乐总监陈曦女士歌手周深先生有请大家好我是董东东大家好我是陈曦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谢谢今天特别开心可以和陈曦老师和董东东老师一起为最佳音乐奖开奖那既然是最佳音乐奖我觉得用音乐来介绍两位老师会更适合一点点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还有很多比如一次就好我带你去看天荒地老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开怀大笑谢谢周深我们两个也特别高兴跟你合作了很多首影视歌曲对于音乐人来说呢能够把作品托付给一个这么优秀的歌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幸福的事谢谢老师们但是我也特别想请教两位老师心中优秀的电影音乐是什么样的呢首先我觉得呢电影音乐一方面呢要和声音在一起帮助画面完成基本的视听语言的表达同时另一方面呢可能能够更深入细致地帮助电影叙事一起达成电影传情表意的最终目的陈曦说的没错我已经做了20多年电影配乐了我觉得优秀的电影音乐一定是能够帮助画面更完整的叙事的存在也正是因为有了音乐这一层的情绪渲染和加持画面人物和故事才会更加的完整和动人我想问问深深为电影唱了这么多主题曲你之前会做很多准备吗一定会的但是第一个给我的印象一定是编曲包括作曲和作词然后有的时候会非常幸运的可以先看到作品所以感觉到更具体一点但大多数是会从词上面去了解或者是跟导演老师会有告诉我怎么去体现整个的情感线会自己脑补很多画面去想象自己站在那个角度该怎么去演唱里面的歌词和情绪那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现在就让我们来开奖吧天人合一，美美与共，获得第13届
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音乐的是图腾托马斯贝卡。 Congratulations to Thomas Becker winning the Best Music Award for this year's Tiantan Award. 祝贺图腾。最佳音乐奖 Best Music Totem托马斯贝卡 Thomas Becker。 影片中的音乐与自然音响巧妙交织融汇在一起，成为贯穿整个影片的线索，具有极强的独特性，乐如其名，恰如其分。让我们掌声有请获奖者登台领奖，欢迎托马斯贝卡，祝贺。同时让我们有请周深先生、董东东先生、陈曦女士为获奖者颁奖。Congratulations to Totem to Thomas Becker. Madam, please deliver your acceptance speech. Woo! en honor a Tomás que está en México. Me siento como un espíritu, porque él no está aquí, pero digamos que soy, de cierta forma, su voz. Honro al jurado por este premio, porque no uso música en las películas casi. Y digamos que para mí es importante que cuando haya algo, en verdad habite el espacio. Y digamos que la luz es el sonido. Así que muchas gracias y felicidades, Tomás, hasta México. Gracias. Muchas gracias. Congratulations to Totem, to Totem Speca. 谢谢，再次感谢我们各位开颁奖嘉宾，请大家落座。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天坛奖颁奖典礼。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由官方唯一指定饮用水水中贵族百岁山赞助播出。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由官方唯一指定用车红旗品牌赞助播出。新红旗让理想飞扬，让梦想成真。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团队的力量，电影不是一个人的事情，在追逐光影的路上，我们需要很多的伙伴，大家互相扶持，同时我们需要同伴，需要前辈，大家面前的奖杯它是首肯，更是一个新的起点。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歌手杨坤为我们带来一首好听的歌曲，送你一朵小红花。
想起我，洁白如雪的沙滩啊，风平浪静的湖水啊，那些真实的欢迎啊，是我给你的牵挂。送你一个小红花，在你心底最深的泥沙，想你能感受每个命运的挣扎。是谁为过的时光啊，是谁苦苦的奢望啊，这不是一个问题，也不需要你的回答。送你一朵小红花。谢谢杨坤动情的演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继续来为大家揭晓荣誉。任何一部电影的成功啊，都离不开那些幕后英雄的辛勤付出。那么我们下面要颁出的几个奖项，就是送给那些幕后英雄的。首先，让我们颁出本届天坛奖最佳摄影。下面让我们有请开颁奖嘉宾中国摄影师赵小丁先生以及泰国导演平帕卡托维拉女士，掌声有请两位。大家好，我是摄影师赵小丁。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พิมพ์ภากาโตวิลานะคะผู้กำกับภาพยนตร์ชาวไทยค่ะ非常荣幸能够跟托维拉女士呢共同来揭晓这个最佳摄影奖。作为此次天坛奖的评委呢，能不能告诉我们您作为评委，您个人对于最佳摄影奖的评判的标准是什么呢？ค่ะดิฉันมองว่าการกำกับภาพที่ดีย่อมจะต้องเข้ากับแก่นเรื่องประเภทและการเล่าเรื่องของภาพยนตร์ได้อย่างลงตัวและเสริมกันให้มีความเด่นชัดยิ่งขึ้นแล้วก็ต้องมีสไตล์ทางศิลปะกับข้อคิดทางสุนทรียะที่โดดเด่นไม่เหมือนใครแล้วก็ยังกระตุ้นให้ผู้ชมเกิดจินตนาการอะไรขอบเขตได้ดิฉันรู้ว่าคุณเจ้าเป็นช่างภาพสุดยอดฝีมือและคุณเจ้าคิดว่าทักษะที่สำคัญที่สุดของช่างภาพคืออะไรคะ这个问题啊不是特别好回答作为摄影师啊要具备多种能力，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综合能力。但是我个人认为呢，发掘寻常之美的能力呢是其中最重要的。也就是说，要把生活中呢原本就存在的美呢发掘出来，把它呈现在银幕上，呈现给观众。那么我们现在就颁奖。天人合一，美美与共，获得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的是 The Shadowless Tower 呢哈，คุณเปียส่งส่งซี哈 ，Congratulations to 朴松日 from the Shadowless Tower winning the best cinematography of this year's 天坛 Award。Congratulations. 最佳摄影奖 Best Cinematography 白塔之光 The Shadowless Tower 朴松日朴松日影片摄影画面朴素且毫不炫技，自然光运用巧妙自然，通过不经意不雕琢的方式来展现北京城市的诸多细节，体现了摄影师和主创们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祝贺朴松日，有请朴松日登台领奖，也让我们有请两位颁奖嘉宾为朴松日颁奖。有请获奖者发表获奖感言。
这舞台很漂亮。对对，我还挺紧张的。刚才那个，我想了一下哈，但这一路上我就给忘了。感谢张律导演带我经历了一个很奇妙的白塔之光的旅程，然后感谢白塔之光的演员有很优秀的表演，让我可以随意的拍摄。感谢我的爱人史小婉女士，跟我一起非常认真地研读每一个剧本，然后她帮我做决定拍哪个项目。然后感谢我的父亲母亲给了我健康的体魄，然后乐观的性格，让我能考上北京电影学院。然后感谢北京电影学院有很多的好的老师，以及在社会上我的同学师兄，在每个经历的电影的过程当中能够相互支持和相互保护。希望电影学院越来越好。然后感谢白塔之光，感谢北京电影节，感谢北京。谢谢，恭喜朴松日，恭喜白塔之光。这个考上北京电影学院需不需要体力不知道哈，能获得最佳摄影，摄影这个行当是不好干的，希望大家能够进到电影院支持这部电影。 Congratulations, thank you so much。 下面我们即将颁出的是本届天坛奖最佳编剧，有请开颁奖奖宾演员导演苏有朋，编剧卢伟先生。大家好，我是卢伟。大家好，我是苏有朋。非常荣幸今天晚上能跟卢伟老师一起发最佳编剧奖。老师啊，我留意到您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做《电影编剧没有秘密》。编剧真的没有秘密吗？要作为编剧来说啊，真的没有秘密，但是他一定有方法。比如你是否能够深入这个生活，去体验生活，去采风，去了解你所写的这个内容，这个至关重要。我觉得一个导演如果能够遇到一个合拍的编剧，大家能有默契，这个好的开始是一个好电影成功的一半。是的，我们懂好的作品啊，一定是不能错的。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开讲吧。好呀。天人合一，美美与共，获得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编剧的是白塔之光张律。 Congratulations, 张律 from The Shadowless Tower winning the best screenplay。最佳编剧奖在。你还是从前那个少年。这是电影人的聚会，更是电影梦想的大家庭。让我们期待中国电影人、世界电影人用光影之约，共赴美好未来。再次祝贺。请张艺谋导演落座，也请全场请坐，谢谢各位。电影总是让人充满梦想，电影也会让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时代、为我们的世界增添更多的活力和生机。亲爱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天坛奖颁奖典礼。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由官方唯一指定金融机构合作伙伴北京银行赞助播出。北京银行已连续多年携手北京国际电影节，始终践行首都金融机构的责任担当，以金融力量助力文化企业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亲爱的朋友们，至此第13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天坛奖的所有奖项均已颁出，让我们再一次以热烈的掌声向所有获奖者表示祝贺。感谢电影让我们圆聚北京，感谢电影让我们一路同行，希望来年春暖花开之际，让我们再次共赴天坛之约。
羡慕梦的美，不如相见在梦寐。天坛之约，一年一回，浪漫的人啊，怎值一玫瑰？看那不同的脸庞，下相同的热泪，张开怀抱，将所有人抚慰。繁星在天，同心安睡。天坛之下，在今夜相聚，敞开心扉与天对话。明天我们会在各自远方，让那故事的种朋友们，到这里，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闭幕式暨天坛奖颁奖典礼就要告一段落了。但我们与电影的约会不会散场，北京国际电影节永不落幕。寒来暑往，电影人与电影常相伴。年复一年，电影人与观众永相随。所有热爱电影的朋友们，让我们相约明年再见。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the end of the closing and awarding ceremony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Beijing Film Festival. We'd like to thank you all for joining us. Hope you have a great night and see you.